是同学的玩笑。好，搞不好他们在那边。日语同学，哎，你可以不用再讲，我已经开始了。好，好。屁股。滚啊！智障！不要开智宇同学玩笑。你要不要乱弄？这样才对。哎，这你不要乱弄。大哥要到牙齿了，去死吧！在最后一幕。去死啦！哇！哇！哦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